涛啊，又是涛啊，观音，观音他流龙啊，正刚光明下去啊，印度基本就在那地方。就黄大，好冷哦！丢了杯水，给我。哦，天气呢？到十度，刚好十度，一角度，差点十度，差一点点就十度。就摸下来的，哦，真惊了！哎呦，转播台呀、啊，电视转播站，下摸看它的角度啊，它这个角度、啊，看看那里是什么角度，刚刚好。自动体外心脏电极气银器，这样心脏慢慢的打开，一点四点半，15分对，4:30刚好，电视转播。高屏南港，做一个凉亭，下坡了，下坡了，这得拿冰水，刚才是冰箱摕出来，冷死死，搞大呢，放包包里底啊，冷死死。这个头呢，比我方应该广阔了呀。哦，那个车，广慈啊，已经前一站大楼都盖好了。
功率，在南港，往南港走，剩700公尺，这里下去越走越少，公里数越少。奉茶亭、宁德山庄，厕所马路呢？这厕所转公路。我正正迄个自助的等我盖，出来才看嘞，夕阳好嘞，哦，人影嘞，哎，夕阳。收听。